您跟大家讲，您是哪里不舒服？啊，我是头这个有点晕，而且有的时候呢，它就是这一边呢，它会胀胀的疼，这样多久了？有两三个月了吧？两三个月，好，啊，那偶尔就会这样，是吧？啊，偶尔就会这样。对对对对。好，我先跟各位讲，这个好不好做？好好做，非常好做。像这种，因为这一套大概问完就知道能够做到什么程度，我很清楚。因为它只有两种做不出，没办法立即做出来。第一个就是，比如你骨头断裂，你能不能揉了它就好，哦，或是烫伤啊，哦，这些脱臼，这个揉了，那当然大家都知道，那个医学也没有人这样立即就能做得出来，这是一种。那第二种就是什么？它的症状是日夜24小时每分每秒不断在疼痛，这个不容易一下子就做出来。啊，如果有时候痛，有时候不痛，那个都是属于什么？很好治疗的，所以容易治。也就是你虽然还没有做，但你知道这下手一定很快就可以缓解患者，不担心他说5年10年，哦，这一套就不担心这一方面。但很多医师可能不了解，都会把病说成很复杂，那5年10年就很难治或者种种，不是看几年的，他是看我刚刚讲的一天发生的次数反复来断症。好，所以他这个我认为很容易做。好，那您就趴着啊，趴着。这样会不会很痛？痛，那我再要揉15下。哦，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。好，这里痛吗？这里还好，这里呢？痛。这一点痛哈，嗯。好，这里呢？这里也痛，对不对？你平常脖子会不会僵硬？会的。会，对不对？嗯。因为到这里已经关脖子了，好，顺便处理。好，那你这个头再翻到这一边，这样痛吗？还好，还能承受。好，我也是15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11、12。13、14、15，好，这里还可以承受是吧？哎，对。它另外一边比较痛哈，那这样有什么意义？但是它真正的病是在左侧，这边不痛，表示这个没问题不大。好，啊，我再揉它的枕骨下，看看，你脖子平常这里酸是吧？还是肩膀？肩膀有的时候会酸。这里痛吗？这里呢？这里痛吗？这里痛吗？这边还好。好。我再揉一下哈，这里痛啊哈，这
这边比这边好一点。哦，是吗？所以你枕骨是痛这一边，是吧？对对对对。耳朵是痛这一边，哈、哦。好，你现在应该起来看看，头是不是比较松了？好多了，现在好多了。还有你刚刚说肩膀，肩膀是不是也比较松了？是哈，好，我先解释一下哈，我是怎么做的哈。第一个头的问题，这个不用按很久，我说大概点就在这里，还有这里嘛哈，大家刚刚看到了。那真正的痛点，它是这一边比较痛嘛哈，耳后，啊，枕骨是这一边比较痛。那我认为这一点是它的头差不多了。头部延时点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延时点。那对头部，这个是辅助点，好，也可以说延伸点，但我把它归列到都属同步延时点。好，那至于这个枕骨下延呢，跟颈椎可以治疗颈椎的问题，还有肩膀。但是最常见的像肩膀痛，其实枕骨下延常常很重要。你这里揉开了，有时候肩膀就松了。好，这是如果做多的人都知道。所以我刚刚治疗头的时候，我看他这里都很痛，我就知道，嗯，可能他颈椎或是肩膀也有问题。那问果然，好、哦，那我就顺便把这里加强，好、哦，治的头的时候顺便把这里揉，那这个就会松掉。那这样的好会不会永久的？会，因为他那个不是常常那个痛是24小时，他是偶尔或是劳累，哦，这种都很好治。那你只要把它揉松，那平常温敷，好、哦，那叫它多锻炼，好、哦，比如运动，那这些筋就会保持怎么样，常常松的状态，它就会好。那这样的处理呢，速度是我看是最快。大家有没有快哈、哦？你们刚刚看我做，花的时间多吗？真的不多。你如果去拿针，再来拿酒精，然后再要准备几根针。你光准备的我已经做完了、哦、然后还有一点，这个点我每一个点真的就这样三秒钟，如果这里来回两三次我就做完了。好，谢谢您，谢谢，先谢谢，好。